啊，咁另外啦，其實另外一隻其實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啦。嘅一隻股份其實都係之前推介過大家。啊，今日見得到，其實佢就向上衝，嗰個力度相對上較大，亦都係突破，再次突破翻啊之前即係四月嗰啲咁嘅高位啦，喺整固完少少之後，啊咁啊就升，即係可以跌價6690。咁啊升緊啊5.6% 左右，佢本身就即係啲家電，亦都係頭先講過啦，都係希望透過呢啲嘅家電個政策去催谷翻嗰個經濟啊同埋消費啦嚇。咁另外本身公司個業務相對上即係平穩增長啦，傳統嗰啲白色家電啦，另外亦都係朝住一個高端嘅發展啦。喺海外業務嗰個比重其實亦都係慢慢其實有一個增長喺度。其實呢幾點亦都係令到只啊可以之間。其實是一隻叫做相對上穩健的一個選擇啦，咁佢走勢上亦都向上突破咗啦，咁啊向上，我覺得可以睇到邊個位啦？短期嚟講，喺初步完突破之後，咁啊你睇翻就挨近即係29啊，至30蚊嘅呢個咁嘅水平啦，可以動到先啦。啊向下的話咧，我覺得你如果就係短期啲，唔好擺得太遠嘅話，你即係再失手翻啊26蚊。如果你係諗住係純粹好短期嘅操作嘅話，26蚊啦，啊！如果真係可以，即係防守性強少少嘅話，我覺得你擺翻落去啊，24.5啊，或者25蚊，其實係亦都係可以嚇。